椰子蟹能吃吗？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对椰子蟹应该不陌生。那么椰子蟹能吃吗？椰子蟹是一种寄居蟹，能长到一米长，不仅是最大的陆生蟹类，也是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。椰子蟹体型硕大，体重最高可达6000克。椰子蟹的外壳坚硬，有两只强壮有力的巨螯。椰子蟹善于攀爬笔直的椰子树，因为它们可以用强壮的双螯剥开坚硬的椰子壳，以吃其中的椰子果肉而得名。椰子蟹以其肉质鲜嫩而闻名于世，加之又独具椰香味，在食法上，无论蒸、炖和煲汤等味道均很鲜美可口。然而，由于人类对其疯狂的猎捕以及自然栖息环境被破坏，椰子蟹在其栖息地越来越难觅踪迹。